你让县机关准备一本假名册，写明严旦已然渡川，平安去往凡界。严旦已经成功渡川了。今日我在渡川者名册上找到了严旦的名字。往后他应当与我再无关系了，何以不该记怀于心，再生妄念。我可以下界去找严旦了。夜望川九百年不渡者，便会凌霄破散。帝君，难道你要看着他灰飞烟灭吗？离九百年还剩多久？只剩三日。野藏，对不住啊，今日还是没能忘怀前尘，渡不了忘川水，又让你无法交差了。严丹，你我相识多年，不必这么见外，我会助你渡川，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知县期只剩两日了，看样子我是忘不了了。